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如火如荼，千里之外，正在广州的李鸿章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已经嗅出了暗藏的危机。1900年6月初，年仅80，东山再起，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收到一封北京发来的电报，电报是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发出的。电文里描述了北京的严峻形势，此间局势极其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筹办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者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这年春天，义和团运动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在北方已成燎原之势。因为戊戌维新以后，可以说呢，光绪皇帝呢就遭到了囚禁，这件事在各国呢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那么甚至有的国家的公使就希望呢，借给光绪皇帝来看病为名，来探视光绪皇帝，这样就引起了慈禧太后非常大的警觉。公使直接给他难堪，所以他已经憋了很久了，但是他手中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跟他们对抗。实际上义和团运动在宫廷里面，那么还牵扯到就是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权势的斗争，究竟是帝党能够在这个运动里胜利，还是后党在这个运动里胜利，那么可以说呢，他利用义和团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4次御前会议，讨论下一步如何对待义和团。最后，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对洋人开战，并于7月28日、8月11日分别将持反对意见的徐景成等5个大臣处死。6月初，以大红粗布包头、手持大刀的义和团全民万人自四方涌入北京。慈禧从颐和园回宫途中，看见道路两旁义和团全民络绎不绝，他们边表演着刀枪不入的绝技，边齐声呐喊扶清灭洋的口号。见此情景，慈禧当即决定给北京的义和团发放精米20,000担、银10万两。老佛爷当时已经立令智昏，他主要是认为你英国为首的列强要把光绪皇帝抬出来，就是要把我干掉，我大二哥也扶不起来了，我老娘就跟你们拼了。他通行变法和通行改革也好，反对变法也好，反正就是谁侵犯了他的地位，触犯了他的龙颜，他是谁都不认。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反洋运动愈演愈烈，在京的传教士、教民、外国商号、银行，甚至西药店都成为攻击的目标。义和团还一度冲入宫禁，企图捉拿光绪皇帝，结果慈禧发了一通火才平息了下来。教徒和外国人纷纷躲入使馆，筑起街垒，拿起武器。这时北京的对外电讯已经中断，但北京和济南间的800里加急一马还可以照跑，往返一次需要6天。此时坐镇山东的是李鸿章的亲信袁世凯，山东通往全国的电讯比较畅通，李鸿章为及时了解京师动态，派次子李树芳常驻济南，掌管电讯，随时通报信息。对于老太后来讲，当时这个后来的这个美国学者马氏说，地狱里面的一个怒鬼都比不上一个老太后的怒火。就是说他已经压抑自己很久了，他的权威是谁都不能挑战的，尽管他也经常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说干涉我大清内政，实际上是干涉他的大清的家事，干涉老太后的个人情绪。这种情况呢已经当时被担任这个总税务司的赫德发现了，曾经警告过外国的侨民，但是呢他没有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英国人赫德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已经37年了，此时也躲在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里。这个外国的一些报纸啊，都要说这个赫德已经死掉了这么一个消息，在传赫德已经死掉这么一个消息，就是后来，然后清政府作为中介，
说赫德还在里面，然后才和外面接通关系。可怜的中国到了这个节骨眼还没有觉醒，认清变革势在必行。中国人历经2000年来的驯化，热血早已冷却。不过我认为这些日子以来的绝望会使热血以最狂暴的方式沸腾。立即向慈禧发电，强调如果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6月17日，以保护使馆为名成立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门户大沽口炮台。3天后，天津陷落，联军向通州进发，通州距北京仅20公里。迫不得已，慈禧太后在19日颁布诏书，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清廷的宣战书在世界历史上看起来很离奇，他宣战的对象不是某个国家，而是各国，这等于说是在向整个西方世界宣战。他那个宣战诏谕很好玩呢，是个内部总动员。全国老百姓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什么老幼妇幼都可以上战场，这干戈未社稷，内部动员，根本就没有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西方递交。第二，向谁宣战没说，这说彼等尔等到底都是谁呢？那东北的大力寒写信，那到底咋跟谁适合了，咋跟谁打呢？你不知道跟谁打，所以说当时就很奇怪啊。李鸿章在南方得知宣战的消息后，用手杖触地，气得老泪纵横。在场的官员从未见过冷静铁血的李鸿章如此情绪失控。我们说近代史说落后挨打，其实这个落后倒不一定挨打啊，落后给人家做生意会吃亏啊，干什么的，这个倒是，但不一定会挨打的。你落后做老大，那就肯定要挨打。不久，袁世凯传来朝廷的电报，要李鸿章及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李鸿章的回答是：“此所谓乱命也。”意思是这电报是假的，两广拒不执行。这是李鸿章平生唯一一次对朝廷说不。李鸿章当时二五交招，越断不奉，就是广东越二五交招，交招就是伪招数，肯定是旁边一帮人蒙蔽了自己，才能向一个国家向八个强国去宣战，后来增加到11国，对不对？此所谓乱命也，他非常清楚，这是乱命，根本不是老佛爷的。老佛爷如果我在边上，他不会这样，他听我的话不会这样。李鸿章认为各省勤王是无稽之谈，不等勤王部队到达，北京就已经沦陷了。李鸿章说朝廷的圣旨是矫诏，正是他老谋深算的地方。这一说法为日后与西方议和留下了伏笔。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李鸿章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长江中下游地区免遭战火涂炭。所以我不奉，他这个信息一不奉以后，立马刘坤一、张之洞就很强硬，两江和湖广很强硬，这样呢就是长江以南东南半壁他们形成了一种参加同盟。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势如破竹，此刻慈禧太后开始考虑如何收拾残局了。她需要一个人，这个人要懂洋务，能独立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还得有与洋人周旋的能力，并能在议和中尽可能维护朝廷的利益，当然还得得到南方封疆大吏们的支持。最重要的一点，必须对慈禧本人绝对忠诚，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此人非李鸿章莫属。李鸿章接到朝廷令他北上议和的电报后，并没有立刻动身。
李鸿章认为局势尚未明朗的形势下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有杀身之祸。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这时一直对李鸿章抱有厚望的兴中会首领孙中山托人与香港总督不利联系，希望与李鸿章合作实现两广独立。在甲午之前还没有名声的孙中山曾找人介绍，希望面见李鸿章。孙中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特别提到洋务运动的失败之处。李鸿章忙于甲午前的外交周旋，没有见他，被重用的梦想成为泡影，破除了孙中山对清政府还抱有的幻想。他开始反清革命。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失意，游历欧美又让他看到中国和西方在制度和文化上的落差。孙中山当年的话也不再是不入耳的狂妄之词了。李鸿章手下的两位幕僚是非常强烈的倾向于所谓自由民主的，一个就是曾国藩的孙子曾广权，因为他在英国留学了七八年，回来以后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然后他是李鸿章的这个英文秘书，然后他的朋友刘学勋是广东的一个大商人，他们两个就是和日本的黑龙会就是攻击滔天一干人进行谋划，攻击滔天和孙中山他们是朋友嘛，然后就戏剧性的出现了一个所谓两广独立，建立一个独立共和国的一个泡沫式的构想。兴中会元老冯自由曾在其著作《革命意识》中记载了孙中山与李鸿章秘密交涉一事。1900年，孙中山提出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对于77岁的李鸿章来说，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后改变国家的机会了。他当时三种选择，一个东南互保，对吧，我就不管，一个我北上谈判，因为催他去当全权公使啊，那但是没有恢复他的爵位，也没恢复他什么任何职务，他不干。然后第三个，对吧，建立共和国，请李鸿章当总统，他来当总理嘛，非常清楚的。然后这个部长阁员怎么分配嘛，革命派占几个，他占几个嘛，然后这个事情港督也知道。然而一个意外让所有这一切都功败垂成，这个事情几乎就要叫成了，叫功败垂成。最后李鸿章都答应去跟孙中山见面了，然后李鸿章一行到了广东虎门的海滩上，看着那个一个英国的轮船，然后快要上岸的时候，当时有一位人就拉着孙中山的手，这个讲李鸿章这个人不得了，当时在苏州的时候，他进了苏州城就把这个八个王杀了，你要去要把你杀了怎么办，我们还是不干吧，已经进到很近很就是可以看到的距离，然后这个船忽然掉头走了，所以两个没见面。两个没见就是李鸿章当年种下的恶果，他杀强杀的就是使他的谈判对手对他不相信。七月，慈禧不断地催李鸿章尽快北上，为了让他北上，朝廷又下诏重新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命令他即日进京会议各使，迅速开议。李鸿章决定先北上半步，到上海观望局势。到达上海以后，他又以健康为由向慈禧请假20天，直到9月，李鸿章认为北上议和的条件已经成熟，才离开上海北上。一个民族的这种都往他就罪责吧，或者是投降都往他身上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辛丑条约的时候他还是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不出来也不行，那总要有一个人出来收拾残局。他一个那么大年纪的人，当然了，我觉得他可能在那种情况下已经无所谓了，就是我到了这个年纪了。法国殖民部长当时提醒西方诸国要提防李鸿章的挑拨离间，他说李鸿章的分化政策已经有了成效，清国的驻外使节在他的指使下大肆活动，他们与俄国秘密交涉，对美法请求调解，向德国道歉，对日本以种族情感相照，对英国诱惑以长江的商业利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正如法国人所说，李鸿章除了挑拨离间以夷制夷外，实在是无计可施。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他就利用
列强之间在华利益的矛盾，挑起双方的一种三方或者多方的这种博弈，然后呢，使他付出最小的代价和让步，达到暂时的一种相安。李鸿章分析，西方各国表面上组成了联军，实际上各怀鬼胎。俄国胃口最大，义和团运动期间已经派兵侵占了东北大片土地，他等着所谓的亲俄派李鸿章来认可。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都想着瓜分中国的土地，美英是要中国的市场做生意。除了挑拨各国，李鸿章也得为大清国找个开脱的理由。他对外宣称，我当初就说宣战诏书是假的，清政府是被一小撮人劫持了。他还将义和团说成是叛乱，八国联军就变成了帮助清政府来镇压叛乱的友军了。这样，中国由交战国变成了受害国。如果各国认可这一逻辑，则中国只有对驻剿各国付军费的义务，而绝对没有割地的可能。只赔款不割地，大清国就不会被瓜分了。李鸿章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通过电报和800里加急快马，李鸿章和北京8天才能联系一次。通信未及2-3个来回，北京但是他骨子里面他还是一个传统型的士大夫的人，就在那种人的心目当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他不是效忠一个王朝，他效忠的是一种理念。那些高喊着抗战的人，高喊着要扶清灭洋的人，洋人枪炮一响，他们比慈禧还快的就跑走，最后一个烂摊子就要留给他们最看不起的卖国贼李鸿章和倪匡。流亡西安的慈禧终于接到了议和成功的急电。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中国赔款45,200银，人均1两，以示侮辱。赔款分39年付清，加上利息共计9亿8000万两，是当时的清廷年总收入的12倍。
慈禧对八国联军提出的十二项议和条件表示完全接受，并留下这样一句话：“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各国之欢心。”在辛丑条约的签字栏上，有一个让人分辨不清的签名，一个“肃”字。这时，李鸿章感到太过屈辱，再也不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卖国条约上，诚心将“李鸿章”三字写在了一起。悲痛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止，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服茶近数十年内，没有一次够信，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疮身痛惧，渤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望朝廷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见有转机。”这时，78岁的李鸿章已心力交瘁，内外交煎，生命已至末日。在他辞世前的几小时，俄国公使一直站在一旁，逼他在出卖东北的条约上画押，李鸿章闭目拒绝。临终前，李鸿章知道大限已到，他挣扎着全部力气作诗一首：“牢牢车马为李安，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谈。海外尘纷犹未了，请君莫作等闲看。”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离开人世。这个时候仪式念完以后，就是他是不必死不瞑目，他死的时候停止呼吸，眼睛睁的，眼泪出来。周夫就在旁边摸他的这个眼，就说：“老者，你放心去吧，你的未了事我们会帮你了。”很长很长时间摸了，但是一两个时辰，他把他慢慢把他眼睛才合上，死不瞑目，这是种什么心境？李鸿章死后两个月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写出《李鸿章传》，文中写道：“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19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必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时，悲李鸿章之欲。评判任何历史人物业绩或者成就或者造成的损失，只有在当时的实际的环境语境时代条件下来解决来进行分析。而且我们今天去看这个人，他并不是要对他进行一种道德上的或者罪恶上的这种评判，而只是通过他做的事情给我们今天更多的启迪或者借鉴。因为历史是常新的嘛，过多少年认识一个重新认识一个人物，是因为时代的条件不一样。中国在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中国在走近代化的第一个平台，毕竟是李鸿章和他这一辈人，这一辈的活动家和实干家在做。他毕竟做事，如果他不做，他一不是，他就是在历史上他就是个零。张鸿章、王鸿章不就等于是个零吗？那么为什么李鸿章他就有了？因为他确实在做事。